靠我们自己断恶修善。利然取尽，一定要修到地上菩萨的位次，才能够见到周边含容，那个境界才能够清净呐。这从我们这个世间要修到地上菩萨的位次，这就不简单了。啊，佛在经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，从我们现前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，或是证得小乘须陀洹果初果，或是证得大乘圆教初信位的菩萨，证得这个果位，从证得果位这一天算起，三大阿僧祇劫，这个事情麻烦了，绝不是一生一世能成就的。所以佛劝我们生净土，生净土一到达净土，这个境界就现前了。啊，周遍圆融华严境界都现前了。啊，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力量。啊，这个要知道，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。啊，使我们能够得到跟地上菩萨一样的智慧能力，啊，这是佛力加持的。啊，那么这个一生可以做到啊，不用这个方法了，那要三大乘奇迹。啊，所以一切如来都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，原因就是在此地。啊，底下一个问答是：此何得名普贤也？答：一皆一切曰普，一切即一曰贤。啊，符合普贤这两个字的定义吗？随念一法就是一切法，就是尽虚空变法界的圆满法。如果诸位对于这两句话要能肯，这两句话都是华严经上的，你要能够相信，要能够承认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法法是平等的。啊，以经论来说，每一部经是平等的，一部经就是一切经，一切经就是这一部经。啊，所以这个一，我在讲习当中也曾经讲了多少次，这个一不是专一，不是独一，是任一。啊，我们以华严经来说，华严经就是一切经，一切经就是华严经。假如我们以金刚经来说，一切经都是金刚经，金刚经就是一切经。所以这个仪是任仪，不是独单独指哪一部的。啊，因此才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
那么既然是平等了，没有高下了，为什么祖师大德教人有偏赞呢？像我们在经上看到十方诸佛偏赞净土，那既然平等，为什么偏赞呢？法是平等，体是平等，相也平等，作用也平等，有一桩事情不平等，每一个人心底的染污不平等，这个是事实。诸佛菩萨偏赞没有别的，是看到这一类众生的根性呢，从这个门进去容易。为什么呢？非常契合，叫契机呀。唯这个才偏赞呢，所以这个佛菩萨祖师大德啊，赞叹某一个法门，劝你修哪个法门，没有别的，这个法门很对你的根基啊，你修这个法门容易啊，所以这个机感不相同啊。佛这种偏赞也是适合于大多数人，还有少数人根性不一样，他修这个法门难，他修其他的另外法门容易。不能一概而论啊。这个善导大师说得好啊，在这个观经注疏里头讲的啊，劝我们头脑要冷静，要有智慧啊，不要执着。我喜爱这个法门啊，非常欢喜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对我就有缘，我修学就容易成就。但是我喜欢，与我有缘，不见得你喜欢，不见得你有缘。啊，比如有人学禅的，他很喜欢禅，啊，禅对他有缘呢，啊，对我没有缘呢。我喜欢念佛，念佛对我有缘，对他没有缘呢。个人修学他喜爱的，与他有缘的，大家都容易成就啊。所以不可以勉强，我喜欢的一定也要叫你喜欢，这个错了。诸佛如来没有这个教法的啊，诸佛如来要有这个教法了，何必说那么多法门呢？说一个就好了。就佛心清净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。佛说法应机而说啊，你喜欢哪个法门，就给你说什么法门啊。我们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。对于这些不同见解、不同行门的，才会真正的生起恭敬心啊，不会互相毁谤啊，也不会这个功高，也不会轻视，都不会啊。知道我们同样大的达到的是一个目标，我们所选择的道路啊不相同。个人喜爱不一样。
所以这个一界一切，这个一是任意，一切皆一，这个一也是任意，都不是专指的某一啊，这个任意。那么这个叫普贤，所以可见的这个一切诸法呢，确实有这个意思，有具足啊普贤这个意思。这普贤不但是人，也是法啊，法普贤。下面这一段呢，再讲人普贤。人普贤者有三位呀，三位呀，就把修行普贤法的这个人呢，全部都包括了，啊，就是包括在这个三大类之中。第一种呢，叫为前普贤。这个正说啊，是第二种，叫当位普贤。这个当位普贤是指什么人呢？指等觉菩萨，啊，或者是指舍利发云地的菩萨。那么这个位前就是九地以前，从初信位，啊，信位有十个了，十信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，啊，前面四十个位置，啊，信、住、行、向四十个位置，再加上九地，总共四十九个位置，都叫做位前普贤。都叫做为前，借以地前自家二位菩萨事业，以去疾无疑乐谱，临疾亚胜乐行。这个自家了，是把菩萨位次呢又分为两大类，一个叫资粮位，一个叫家行位，啊，每一个位次里面都有这两种，啊，所以讲从这个初信位呀，啊，一直到九地，位位都是资粮跟家行，啊，那么他们为什么能称普贤菩萨呢？实在讲啊，心大了，啊，心大就普了嘛，小心量就不普了。所以普贤菩萨的特色，就心量广大无边，啊，起心动念呢，啊，他是为一切众生想，啊，为整个佛法的教化来想，啊，整个佛法教化的对象是九法界众生呐，啊，不止娑婆世界，是尽虚空遍法界，啊，起心动念的都是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境界，啊，事虽然做不到，啊，他确实他的心量是这样，啊，所以这个一触发心呢，他就是那小普贤菩萨。取是委屈，济是救济，无疑他
这个小字啊，注得好啊，似未必尔啊，有事情你未必能做到啊。事情虽然未必做不到，怎么样呢？哎，他心到了啊，这就像《楞严经》上佛所说的，法义圆成圆满功德啊，啊，心圆满。啊，四是什么呢？智慧、能力，或者是因缘种种障碍做不到，但他心到了。啊，心呢，真正是圆满。啊，是无疑是一漏啊，没有一个漏掉的。这一漏啊。啊，四上做不到，你像这个。菩萨，这小菩萨，啊，六性以前都还没出三界，七性位的菩萨，才断见思烦恼，才超越六道轮回，啊，初性到六性没有出三界，说起来还是凡夫啊。但是他的心量是圆满的啊，所以这是阿罗汉辟支佛不能相比呀、啊。阿罗汉辟支佛没有这么大的心量啊，啊，全教菩萨也没有这么大的心量啊，他的心量是圆满的，临机压胜越心。他这两句是两个不同的境界，前面这一句呢是指三贤位的菩萨是回向以前的，后面这一句临极亚圣呢是讲地上菩萨啊，因为位前呢地上菩萨有九个人，初地到九地啊，地上菩萨呢，接近圆满，接近当位的临极的，叫显呐。啊，这修普贤行的，这是位前的。第二呢，当位。啊，这个是《大乘经》里面所称说的普贤菩萨，都是指这个。这个菩萨在什么地位呢？舍地菩萨，发云地的菩萨啊，这个舍地是第十地的菩萨，发云地，即等觉妙觉啊，等觉是后不佛了，妙觉就是已经成佛了啊，这叫普贤。总是如初地菩萨具证二空真如，遍满法界，名遍行真如，为一一行中啊，皆遍法界。了一切法皆二空故，那么这是举一个例子啊，当为普贤呢啊，他这个十地菩萨的时候从初地就算起了啊，初地到妙觉位啊，通通叫当为普贤，那么前面这个位前呢确确实实所指的是十回向以前的菩萨，我们讲三贤十圣啊，但是我们经上常常讲的普贤菩萨、文殊菩萨，华严上都是等觉菩萨啊，这个当位啊
我们一般都是指这个等觉，啊，都是指等觉。那么这个地方说的比较上要宽得多了，啊，没有那么严格，啊，严格这个当位呀，啊，是等觉菩萨。那么他举个例子，初地菩萨所证的二空真如，这个二空啊，就是人空、法空。人空分别执着没有了，真正没有了。法空呢，妄想没有了，啊，真正断掉了。诸位要知道，这个二空啊，是对二执说的，啊，刚才讲的人我执跟法我执，二执就是二障，烦恼障跟所执障，啊，我执是烦恼障的根源，法执是所执障的根源，这两种要是断了，烦恼所知啊，尽了，真性显现出来。禅家讲明心见性，教下讲大开圆解，在净土宗里面讲理心不乱，啊，名词不一样，境界完全相同。这个时候他心静一如，我们今天如果功夫上好的人，心能够变法界，是事不能变法界，我们做不到啊。菩萨在这个境界的心静一如啊，心变法界，事也变法界，这真做到了，叫遍心真如啊！所以说，夜夜心中皆遍法界了。啊，这叫真正修普贤行了，普贤这个十大愿呢，到这才兑现了。那我们晓得这多难呐，多么不容易啊！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普贤菩萨自己说的，啊，说这个经的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，啊，华严三圣之一， 啊这等觉的普贤， 啊他老人家怎么说呢，啊，也许他很谦虚了，啊，但是我相信他不会打妄语，啊，他说他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十大愿望才圆满。换一句话说，他要不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的十大愿望不能说不可以圆满，还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圆满。啊，到达极乐世界，立刻就圆满。这个显示阿弥陀佛智慧这个本愿威神呢，不可思议啊！等觉菩萨生到西方世界还要求阿弥陀佛加持啊，他的功夫行门才得到圆满。为什么心境都变法界了，一切法界而空故，空就没有障碍了，所以自然就变法界了。我们今天不了解，
不了解产生坚固的执着，所以他就变不了法界。所以从这个地方，我们确确实实得到了一个结论：佛法的修学没有别的，破二执而已呀。两种执着没有了，华严境界就在眼前了，就现前了。啊，我们今天叫障，就是这两种执着障住了，就在眼前的真正的境界我们见不到。啊，这是自己障住了啊。准摄论云，啊，准也是依据啊，依他做标准的。摄论上有这么一句话：菩萨入初地时，正十百名门。十在此地，跟华严经上表法的意趣相同，是代表无尽。啊，十百都是代表无尽。一即一刹那情，啊，这是这个一是第一，底下是一共有十条，啊，这是第一。即一刹那情，正百三摩地，这是讲的初地菩萨。他的智慧德能没有能够达到圆满的，但是已经相当可观了。啊，在一刹那情，这时间非常短呐，证得百三摩地。三摩地是梵语，是大定的名称。在楞严经里面讲大定，说了四个名词：摄摩他、三摩地、禅诺、守楞严。说了四个名词，除首楞严之外，这三个名词一切大小乘经典里面都常常看到。中国古大德用直观与直观不二，用这个意思来翻。摄摩他呢，偏重在止，偏重在定。啊，只是止息，啊，把一切烦恼妄想啊息住，偏重在这个意思。观呢，就是三摩地了，偏重在照，啊，是在讲止，就是清净心；照就是清净心的作用。
而禅闹呢，是直观并用，啊，完全均等，这个叫禅闹。啊，如果偏重在观呢，就叫三摩地；偏重在止，就叫奢摩他。两个同时并重的话，就叫做禅闹。啊，所以都是大定的名称。这个定无量无边呐，啊，无量无边的。因此，三摩地、奢摩他、禅诺也就无量无边了。啊，所以经上讲啊，百千三昧，无量三昧，三昧也是定的总名称，这三种定都可以叫做三昧。那这个定哪有那么多呢？啊，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，这个人呢不贪财，见到财绝不动心，他在财上得到三昧了，他定了，他有定功，他不贪了。啊，可是贪名，一名义来说，他心就乱掉了。所以你说你这个心呢，语言这个法界。法界里面的四相无量无边，你要样样都不动心，样样都放得下啊，那你就是百千三昧成就了。你还有一样放不下，换一句话，那一样就是大麻烦。啊，就要脱离呀下火坑的，啊，要脱离去堕落的。样样要放得下了，明文理扬五欲六尘啊，这个事法佛法也要放下啊，佛法放不下也不行啊，啊，所以在佛法上起了贪爱，那，还是没有用处啊，啊，所以说样样都要放下啊，受放一切诸佛菩萨来了也不动心。这是佛法不贪了，心定啊，在诸佛现前呢得到定，诸佛现前三昧啊，我们现在一看到佛来了，得了啊，好有欢喜踊跃跳起来了，所以佛不来，佛一来的时候，把你这小小的一点点功夫完全就瓦解掉了。这个是讲他有能力啊，在一刹那前呢能够成就啊，这样的功夫啊，那么他念念的功夫那还得了啊，所以他修行比我们就快了啊，我们在一个法门里头要得定都好难好难啊，他能够在一切法门里头得定，这么短的时间就成就，啊，可见的人家是真正的看得破放得下，啊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他证到二空真如，所以他才真看破真放下了。第二，以近天眼见百佛国土。这是初地菩萨，一尊佛的国土是一个大千世界啊，我们常讲的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区啊，初地菩萨他的能力见到一百个大千世界啊，当然这个大千世界无量无边呐，我们娑婆世界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距离当中是有十万亿个大千世界
十万亿国土，他才建一百个，还差很远。这初地菩萨差很远啊，在我们这个世界，他还见不到极乐世界。所以劝初地菩萨念佛很不容易啊，很不容易。第三呢，以神通力呀，能动百佛世界。他见到百佛世界，他也能震动百佛世界。啊，他的智慧能力啊，能够在这个范围，我们现在世界人讲啊，起震撼的作用。他能够供养佛，能闻法，能够帮助佛教化众生，啊，能够令人心震动。第四呢，能助百佛世界教化众生，啊，都在他这个范围之内，能以一身化百类身形，令有情见，就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呢一样，随类化身，众生起心动念想见到什么形象，菩萨就能变现什么形象啊，像普门品讲的啊，应以佛身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啊，众生喜欢什么身形，他就能现什么样的身形。啊，以应身，以化身，啊，能成就百类所化有情。第七，若为利益，能留身住世百劫，啊，他有这个能力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以这个应身在这个世间，寿命长短是自在的。啊，我们一般人这个寿命是业报的，自己不能做主啊。啊，业报身。佛菩萨成愿再来，他自己能做主啊，愿意久住就久住，愿意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，来去自由啊，他有这个能力啊，所以能住世百劫。八，能知前后际百劫事。这个能力比起摩罗汉呢，那的确是要强的太多了啊！佛告诉我们，摩罗汉的能力只能够知道过去五百世，未来五百世啊，他这个能力只有这么大。初地菩萨能知前后百劫啊，那么这个境界是他亲证的境界啊，他不是推算的，他确确实实能见到，能见到过去，能见到未来。九，能以智慧入百法名门，通达晓了。百法就是一切法，明门就是通达明了的意思啊。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他能够通达明了。十，能以一身现百类眷属，余地辈辈增生啊。不但他能够以应化身呢来教化众生，
而且他还能够变化许许多这些徒弟跟他一道来，哎，他还有这个能力，啊，这变化所作，啊，这是说了初地菩萨了，他智慧德能的一个大概，啊，那二地比他就更殊胜，啊，三地就更不可思议了。到达十地菩萨了，那就是真正是周边法界了，四也周边了，啊，不但是理上、心上、四相上，通通周边法界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啊。啊，今天晚上我们讲这个说听功德回向高州景。